来喽！花七八六十哦，齐鲁方在江北县干花莲，我是刚刚六十当的112年了。8月30日啊，瑞芳站哦，0029分手牌的是 R203 加 R204，也是两列重点哦。R200星，踩电头，R203加 R204，说有一个是有火，一个是无火。它是无火，没有火，还没有启动。洛阳R786在洛阳站已经通过了，就发车进入北回线赶花莲的R200型新转列车R203加R204两辆重联，首度试运转跑宜安线北回线开往花莲，在洛阳站已经通过了。10点30分，8月30日，刚刚支持大家，拜拜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大家等我另外一台，谢谢观众再见。